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喜欢打上海敲马的凯哥，视频每天更新，欢迎大家收看。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本期视频三集连播，还请大家耐心看完。先看一下第一副牌，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。三万抓进来，这个牌两进账了，再抓八万，已经是一上张了。这个牌挺简单的，来小鸡直接打，这个牌就不要四人抬轿。来三条挺牌，打掉四万。两桶自摸，三个花八分，加个苍蝇14分。看一下第二副，这把牌更简单呀。来来牌，一上张，抓七桶就是四人抬轿。来七万听牌，简简单单。抓花，看看能不能杠开。他跟我说有点难啊，算了，杠开就不想了。下家打九桶点炮，三个花八分，加个苍蝇15分。看一下最后一副，抓进5万，两进张，这个牌缺个将。三个打子倒是都一样啊，来三万打一桶，直接来到四人抬轿。这个牌对我来说，先来个将最好。抓三条能听牌了，虽然说我很少修牌，但是碰到单调的牌，总归会考虑修一修。修个两头账，打掉两桶。有人来竞争了，我的牌还没有出现过。抓花，看看能不能炸开。炸的是5桶，数字对了，型号不对呀。对家抓花，杠8万点炮，三个花8分，加个苍蝇13分。